南希，嗯，你快过来。哦，怎么了？你帮我搬一下，我搬不动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到了。小心，小心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啊！少总万岁！我的天哪！可是飞机。你放心，不会把你当小白鼠的。好。小胖也是我们两个一起的。你是逃不掉的。先尝这一杯好了。这杯呢，我在以往的 espresso 的基础上减少了水量，缩短了萃取的精华，使得这个咖啡更加的醇厚。你快点喝。嗯。而且我还用果皮的颗粒去综合了牛奶的甜腻，突出了其中的果香。是挺好喝的，但是果香味没有喝出来。是吗？嗯。那你把这些都尝一尝吧。尝完了之后呢，我把你的感受还有他们的评分分别的记下来。假呀。那个，这个挺好喝的，果香味我喝出来了。那也得记。那你呢？我又想出了新的配方，我再去试试。夏瑞啊，我这个人做事喜欢专心致志的，不能一心二用。我先洗杯子啊。你一边洗杯子，一边尝一口我做的咖啡啊，怎么样？有那么点苦。是有点哈。哦。应该是豆子用的不对，我再试一下。哎，夏瑞，那个应该是我的这个喝太多了，尝不出来味道了。那歇一会儿再试。南希，憋不住了。我马上。好。快点。还在这儿。还要再去一次。